主料，荔枝20个，银耳一朵，鹌鹑蛋20个，辅料冰糖5到6颗，春水1000毫升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荔枝剥壳去核，银耳用温水泡发，撕成小朵，将清洗干净的银耳放进锅里，加荔枝，倒入水，放入冰糖，煮至粘稠，将煮好的银耳倒入深口碗中，置于蒸锅上，敲入鹌鹑蛋，用小火炖半个小时，至蛋成熟后即可。可适量放些枸杞配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